しましょう。那时候发现你的信。下雨。退屈でしょうか。对。我的LINE 朋友 every day 给我 message。他 every day 给 city government every day 他们我的 only 朋友。老师我打扫干净洗衣服学习准备电脑我的朋友electric show看 everyday米阿德，净丝茶，净丝。375吗 ？OK， 好。十八包呢？可可分十八包呢？所以十八。十箱？十箱啊？十箱，剩十箱。Ascoltate la parola del Signore dal Vangelo secondo Marco. 攻读圣马尔谷福音。Venuta la sera, lo presero con sé così com'era nella barca. 最近几周，仿佛黑夜降临。我们的广场、街道和城市一片漆黑，黑暗笼罩着我们的生活，使一切悄然无声，四处荒凉而空荡。黑夜所经过的地方，一切暂停运作，空气中嗅到。举止间惊觉到，眼神里诉说着这一切。我们变得恐惧又迷惘。2月28号，因为牙痛打电话询问能否看医生，尽管最后忍痛没去看医生，但却开始有流言传出。如果我有出去拍拍照，给证据出来，我罚款100万。新冠病毒让现实的世界瞬间停滞，人心却因为担心害怕躁动难安，造成大家的麻烦，让留学生觉得自己遭到霸凌歧视。
恐惧撕裂了人我之间的信任。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检疫者和家人而言更是考验。18岁的伟伟戴上好不容易张罗到的护目镜、防护衣，在英国机场小心翼翼，待在没有人的角落，一等就是6小时。我先生去机场接他，然后帮他全身消毒，回家的时候也是安排好动线让他进去房间。那我就是一直在阳台上面，就应该说什么，欢迎他咯，没有办法面对面看着他，只能够隔着一个玻璃看着他这样子。所以就是在这个防疫的这个情况，14天都是真的是战战兢兢，都不可以马虎的，三餐都是我做嘛，然后就放门口让他去取餐。换洗的衣服就是他自己要先用消毒的先把它泡好之后，就过几天然后他再放到门口，我再帮他拿去洗衣机用60度的热水洗。我们也是会很害怕说万一他回来了，那如果把这个病毒带回来，我们也会觉得是会对这个社会造成困扰嘛。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它保护得很好，万一他真的是染病了，我们也不要让他去传染给其他的人。忍住不在第一时间拥抱，疫情当前就连妈妈的爱都要谨慎克制，陪着女儿一起检疫也担心到一度心跳加速。我是长期病患嘛，在她还没回来之前跟她回来之后的大概3天4天，我的心跳每天都是保持在100以上。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安逸的，在这一次经历这个事件之后，我是觉得哇，人生为什么要这么苦。但是因为这个整个事情慢慢的到现在，我就会觉得说再怎么苦你都还是可以过去的。新冠肺炎开始有疫情的时候，其实我每天就是持续都有那个药师经，那个1个多礼拜我心里起伏很大，但是我如果稍微念一下经的时候心情会比较平复一点。早上7点不到，花莲静思精舍的协力工厂已经动了起来。这一箱箱都是协力工厂生产的静思资粮。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我们常驻师傅一起来共同承担这样子，就从早上到下午。如果说临时的要出大货的时候，那就会更多的常驻师傅一起共同来帮忙。跟着太太一起来到花莲的廖茂旺，专责调配五谷粉的各种口味。我们的指导师傅都常跟我们讲，全天下的慈济人就是我们的老板，全天下的慈济人都到处在赈灾啊，所以说我们要当他的后盾。大部分很多县市都用我们的产品当那个祝福包，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忙一点这样。就这样一个礼盒，代表着藏人的祝福的一个平安的一个慰问。当他们看到静思产品，就好像等于看到藏人的祝福一样，而且还是代表着我们全球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法亲的一份祝福，那个安心的力量更大。这些暖胃也暖心的祝福从花莲来到新北市。各位，我先解说一下，打包总共8个动线，3000份，375吗？375乘以8刚好3000。 OK， 好，
那就照这个数字，我们就八条动线，啊，所有都分，就是一包粉，一包香鸡饭，还有一包面，他那个是带着一包面，还有就是我们小叶红茶，还有静思雨。大家注意看哦，我们的静思雨还有我们的五谷粉是一个相对的，对，哈，这两个都是耳朵，对，耳朵都向外面，耳朵都向外面，然后香鸡面是要朝上，好，是要朝上。为防疫尽心力，3000份的安心祝福包，志工们利用2天假日一一完成。后续原则上会看市政府那边，有的会送到各区公所，那原则上他们有的会自行来拿，有的要我们送过去，由我们总务同仁这边的市中特别会送到他们指定的各个地点。从区公所出发，这份来自市政府与慈济人的关怀，经由里干事或里长送交给正在检疫或隔离的人。那一天刚好早上，他刚接收到说他要隔离，其实心情说真的是很不安。但是下午他收到了检疫包，然后发现说，哎，里面不只有书，还有一些食物啊、饼干啊，还有一些营养品啊。那他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强心针给他一个加油的那个力量，让他比较安心这样子。因为同班机有人确诊，原本是居家检疫，突然被通知需隔离的孩子，因为这份意外的祝福安住了他的心。他们现在资讯太发达，随时要上网去查一些资料都有，但是我又觉得那个书就是有上人的祝福在里面，不管他去翻到哪一页，或许那一页就有让人束缚。他收到当下，他其实蛮开心的，他就赖给我看，然后就说妈妈居然有慈济的东西在里面。我有个好朋友，他一直在慈济当义工嘛，马上就赖给我朋友看，我女儿居然有收到这样的东西，然后他也很惊喜，他就说哦，他之前也正在打包这些就是防疫的祝福包，然后就没想到这些东西居然让我女儿收到了。慈济志工精心打包的安心礼，辗转帮助了熟识的朋友。妈妈说，袋子里的静思语从此成了女儿的幸运书。但对大部分人来说，疫情拉开了距离，互动也变得更加疏离。对，其实这一次疫情，我觉得我们的里面每一个都好像绷得很紧，本来好会互相聊天的，现在都不敢。我们现在都没有什么人，平常是很热闹的。疫情过了以后，你要恢复像以前那个样子，几乎真的也没有那么快，也比较真的比较不可能的。而且你现在这个各国世界来讲，你发生这个事情，每个国家都敌对，纽约排华，然后大陆排非洲，跟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的嘛，变成各国人种之间的信任度没有了。我怪你为什么把疫情传到这边来，对不对？怪来怪去没有用嘛。其实像这个防疫的工作，大家同心哦，就会度过去了。有人形容这是一场没有枪炮声的世界大战，看不见的病毒带来疫情，也悄悄侵蚀人心。李明一拿这个来，李长就帮忙装。消除不安，米平猜忌，基层公仆肩负起第一线的关怀任务。每天打2通电话，早上一通，下午一通，有没有发烧啊、咳嗽那些症状那样子。再来就是他们有些人可能是独居的，就是一个人住的，他们就可能会有吃东西上面的问题。基本上如果他们可以自己叫外送，他们就自己处理。对，然后再来就是倒垃圾方面，14天这样他们没有办法出去倒垃圾，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有准备一个就是环保袋，就是给他倒垃圾，然后他只要垃圾满了大概
七成满的时候，我们就会请环保局去他家里收这样。像我记得他是居家检疫好像第一批啊，他第一通打给我说，里长那个没有人要帮我送瓦斯。我说为什么没人帮你送？他说我跟他讲我刚从国外回来在检疫，瓦斯厂不送了。那后来本来我是要自己去送了，然后李干事说他去送，后来是李干事去帮他换的。已经到今天为止有2664位居家检疫者，综合有。从四月份开始，慈济志工也开始受训，分摊公部门基层的关怀工作。一起做防疫隔离的坚实后盾，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那个对抗病毒这样。感恩哦，嘿，祝福你哦。哎，你好，早上好。哎，我这边是综合区公所居家检疫的关怀中心。哎，你好，你好，你好，这几天辛苦你了。关怀电话已经达到30000通以上了。那其实，在人力非常的吃紧，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慈济人能够来帮忙这个电话的关怀。跟各项的服务，他可能他在那里就已经很习惯讲当地的语言，那结果他回来台湾，中文他可能不太灵通，我们都会去注意说，哎，他上面写英文啊或日文啊，我们就会比较会去找，哎，有外语能力的师兄师姐来承担。对对，没错，就是12点。对，所以你就是再剩就是再剩几天这样子啦。中文书，中文书，中文书在哪？他是桂井秀士，四月初从日本来台和新婚妻子会合，为了定居台湾，正努力学中文。说中文，现在开始吧。睡觉，渴，渴。14天的居家检疫，他谨守各项防疫要求，把对健康的疑虑降到最低。只是漫长的独处时光还是难熬。家人提早为他准备了日语版静思语。公所送来防疫包、安心祝福包，都让秀士先生觉得不孤单。这给我手机，哎，他给我 message， 哎，手机。秀明秀，秀明秀，很多人给我礼物，米卡 ，orange， 台湾 ，orange， 香蕉，台湾香蕉，我年轻人的时候，台湾香蕉太贵了。利息，这是利息，很好吃，很好吃。And 茶 ，And 黄颗粒粉，颗粒粉 ，Oh Japanese， 他们 think Japanese。西方咖喱饭，好 ，and cake， 哦，我很多吃，但是给我薯条，哦，
很有名是在台湾。我想去看书。病毒蔓延没有国界藩篱，爱与关怀的力量何尝不是？此刻全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共好的意念互相帮助，才能将人心的病毒真正有效阻绝。激素呢，可以就是消灾厄嘛，这是大家都知道。那刚好是因为医护人员在疫情的时候站在第一线上，对，那我们为了用感谢的心来就是报答医护人员，就是做了这个素食的便当来提供给他们享用。配料部分都好了，对，然后这是配菜嘛，对，然后这里的话就是等一下你用汤匙去挖，180嘛，180一份。然后炒至香气出来就可以了。100份的话，基本上我们会依照每一种不同的下去做分配。今天猴头菇部分只有10份。一大早，这里的厨房已经如同战场。负责统筹厨房的组长，逻辑清晰地掌控进度。好，恩婷，我们今天先炒意大利面，然后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有28份嘛，然后一份我们现在只要180克。东西面有点炒过了吗？对。赶在11点前送出餐点，繁忙中食材的处理工序一点也不马虎。实在看大家都忙不过来时，店长林玉祥就会跳进厨房支援。干燥的猴头菇，先把它泡软之后，再用热水煮过，大概煮了4到5次的时间。那每次煮的时候呢，都大概半个小时以上。那为的是要让那个猴头菇的苦水可以吐出来。那煮完之后呢，我们还要腌制，还要卤过。那卤完之后，可能静置个1-2天，再拿来做料理。因为我们锅子可能不够大，十人份这样炒，因为我是电磁炉，不像中式的，对，所以用铁板炒是会比较好炒一点。这天要制作中西式2种便当，但这里的厨房设备其实是西式的。餐厅原本以制作茶点为主，现场的厨师们原本是甜点师，为了做素便当，特地跟中餐厨师请益。那就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呢，或者是休假，特地跑到各个分店的主厨那边去做询问。可能像猴头菇的制作方式啊，或者是炒饭的方式，或者以及腌番茄，这些都是有一个工序在。一个个精心烹调的素便当，从制作到摆盘都要到位。因为便当盒本身是黑色的，用乡村炒饭的话有带了一点绿色，可是猴头菇也是深色，所以增加了玉米、芦笋这些比较亮色系，包括是南瓜。其实便当讲究色香味俱全啊，所以不管在配色的方面或者是摆盘的方面，我们要站在客人的角度上，在站在享受这个便当的人的角度上去做思考，一边细细的花心思，一边仍是跟上急迫的时间压力。10:30喽！这个兼顾营养及美观的便当，来自慈济志工陈香华的筹划。他要将证严法师推动如素防疫的做法，在自己的企业里落实。第一波是免费提供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对，那上人的话呢，他会希望就是大家都如素，对，那吃素呢可以就是消灾厄嘛，这是大家都知道。那刚好是因为医护人员在疫情的时候站在第一线上，对，那我们为了用感谢的心来就是报答医护人员，就是做了这个素食的便当来提供给他们享用。在路途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会很紧张，说希望不会塞车啦，可以赶快的就是到达亚东医院，然后把便当热腾腾送给医生们享用。你好，是感谢你们嘞，对呀，感谢，是，还有都想到我们啦，互相都想到我们，谢谢，不会，应该的，你们辛苦了，我们真的觉得是非常的贴心，因为其实，从这个疫情开始之后呢，那很多的民众他感受到说，我们第一线的护理医护人员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把这些满满的一些爱心，然后呢送到我们的同仁身上，让他们感受到说，我们在吃这些，餐食的时候，都感受到独自一个人在面对这个疫情，而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企业，还有一些很有心要提供物资的这些民众呢，爱全部在一起，就是 love together。厨房里每一双认真料理的手，也持续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打气。感恩你们守护防疫前线，我们全力支持。充满爱心的素便当，在其他地方继续传递正能量。大概快要三月中的时候开始，从疾管局开始，疾管局送最久，然后有内政部，那昨天有教育部，然后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是外交部嘛。喂，您好，我是林秘书室，是的，是。我们刚有稍微去确认过了，是差不多11:30，嘿，是。哎，你好，我们是到那个博物室送慈济的便当。你别用其他拖嘛，你再来。反正面了，你们收应该面了。好，那得去收看一下。喂，何先生你好，我们在柜台一楼这边了。是。好，谢谢，好，OK， 好，拜拜。我自己真的觉得有来领便当的，就是或是有来要帮忙大家发送便当回他们各部门。我觉得这些人的脸上都是，我觉得他们都是像菩萨的这样，就是全身散发出来的气息真的是不同。这是我自己看到的。那我们大概是3:10来回收。好 ，OK， 大家好，谢谢你们。不用，好，来。慈济志工兵分三路。将643个便当送往外交部的各个单位。因为我是在北区工厂所担任的一个功能，就是实际跟外交部的窗口。那这一次呢的风灾，我就是直接呢就想到透过这个NGO 来向他们外交部来劝诉。有非常多的回响，他们应该是有90%的员工是吃荤的，但是呢，经由这次的素食，他们就颠覆了他们的一个观念，原来素食便当也这么好吃。哦，他便当应该已经在门口了，对，在这边。中午前忙着运送便当，到了下午3:00。还要一一回收便当盒，高大正来来回回跑了20几趟，就是为了坚持兼顾公斋与环保。地球的水源开始变干净了，臭氧层自动开始修复了，所以就其实我觉得有某一个状况也是地球在给我们一些讯息。你好，我来收一下那个便当盒，他马上拿下来，感恩。谢谢。
好，感恩感恩感恩，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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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需要三个、四个、五个，围成一个圈圈，对不对？对，黄就一直往这边送。除了外交部，每周一次也会公斋到疾管署。经营素食餐厅的庄子慧也是慈友会的成员，一听到是防疫重点部会，把握好姻缘，当仁不让。很开心，也很感恩，那也很小心翼翼的，因为我们这样一来的时候，因为那个周边我们都要赶快消毒，这个过程你看我们口罩也好，帽子也好，然后各方面那个桌上的每一个都要非常干净，对，这个很小心。对，另一位慈友会成员李义慧是送素便当进政府部门的幕后推手，他积极邀约会友共同响应。那也很感恩哦，有中山区做他们的后盾，那我们可以提供这个便当，哈，这个空的便当盒呢，让我们平生院书轩啊来公斋啊，就是因为有社区这份支持力量，所以他们呢很勇敢的承担下来。是好像是礼拜六的会议里面，那开完会，那我们跟陈部长都跟所有在礼拜六一起开会的同仁也一起用到我们慈济所提供的这个素食便当哈。饮食其实大家在这段时间其实饮食还是蛮重要，那在疫情指挥中心所有同仁都常常忙到忘记吃饭哈。那这样的一个热腾腾的便当，其实我相信对所有同仁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那也让他们强壮自己的身体。各部会响应素食后，总统府也开始加入素斋行列。一收到讯息，八德共修处的志工们欣喜动员了起来。应该就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啊，天下都能够平平安安，我们不是都大家都这么想吗？人上人不是讲啊，个人叔叔嘛，啊，就是说刚好总统府也有这个意愿，那我们就可以推广，啊，也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在前面守得很辛苦，那后面后方有我们的爱，永远都在。是味噌茄子豆包，啊，它是味噌还是茄子？对，味噌。我现在要把那个菜单这边哈，整个写起来，因为它这个都是用手写，那我们要打起来，将来以后要就等于制表，整个九个。好。九九吧，九九，对对对，九九至尊，哎，我们都好了，一张半两啊，啊 ，OK， 感恩。你可以看到我们社区里面的香积菩萨，每一个都开心的不得了，像在办喜事一样。但是实质上面，他们真正的想法，也就是跟我们一样，他希望总统府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健健康康。上人有次跟我讲说，事业跟置业，我没有想过。这个疫情的话，多做点置业也好。好，哇，热腾腾的，来。我们今天府内同仁在享用这个便当之后，那大家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心意。那希望说我们也把慈济的这个精神可以传播到其他地方，那让更多的朋友，尤其是一些弱势的朋友，是那特别在这个时候比较严峻的状况之下，都可以获得最好的照顾。感恩感恩。我还是帮你用总统府的名义，那当然没问题，把它捐到全球的防疫，好不好？没问题，这样把你们的爱呢，让总统府的爱绕全球。Okay， 好，感恩感恩，谢谢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感恩感恩，谢谢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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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透过办这样斋戒哈，然后让大家能够吃素，然后让这个地球呢更好。就是环保爱地球嘛。台北市大直里里长蔡俊贤早在疫情之前就和担任慈济志工的太太王玉柱一起携手推动里民蔬食，2018年还发愿要募集10000人联署响应世界蔬行日活动。好，我们现在好深深呼一口气，好慢慢吐一口气，让你的心沉淀下来，然后感觉一下哈，在此刻我们是那么的平安，那么的和谐，请你们呢，好好的来祈祷祝福。
此刻，新冠病毒疫情持续蔓延，全球受灾，祈愿社会大众共同响应素食，以清净的身口意启动善循环，为我们共同的地球转出正向的改变。就是为了国家做事嘛，也没有去想那么多，只是陪伴家人的时间变比较少而已啦。我这辈子从来没做过这么认真做过一件事情，连假都从来都没休假，这么做到这么晚的。那徐厂长，我们把工作完成，我们再休息，代表说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来加班。我听到我超感动的。这个全世界在咱台湾做工，你会当协助政府、协助百姓啊，来完成一个不是阮的行业，哦，不是阮的行业，啊，让大家肯定，我们也当做这个代志。穿过新北市五股的蜿蜒小路，4月20号，大爱全纪录的采访团队跟着徐浩东走进这栋300多坪的厂办。这一天，距离口罩国家队完成92条产线，刚满一个月。台湾从口罩荒到日产量1600万片，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二。徐师傅，可能爱整较紧的哦。啊，整较紧的。哎、欸，无物件呢？无物件，无物件就新增有物件的嘛，吼、哦。嘿啊，我拄仔就是。我知，嘿，嘿。嘿啊。哦。我这边都是好的。哦，这边都是好的了。这边都是好的。好好好，那这样看起来应该是足够的、啊。哦。嘿嘿嘿。所以现在装这边看这么多台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哦，对，这个都是好的。哦，谢谢啊。连 WHO 都必须认同的防疫成绩，除了医疗防疫前线的守护之外，跨产业合作的幕后英雄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刚进来的时候，就我们感觉好像是不是走错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搬啊，搬上来这样子，就觉得开始有东西，有的东西也都是我们一项一项搬上来的。你看他一开始也没有椅子啊，都蹲在地上这样作业，蹲一整天下来，你就会受不了，觉得你看就坐在地上哦，做一个塑那个保丽龙，就蹲在地上煮，因为连桌子都没有。对，那听到那个60条产线要完成的时候，其实那个你就觉得不可能。时间回到1月底，新冠肺炎跨国蔓延之际，口罩不仅是保命必需品，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台湾政府从禁止出口、统一分配到决定自行制造，只花了1个星期。然而，由于利润低，台湾的口罩产业多年前已外移，国内高达90%依赖进口。同时，口罩生产设备和零组件都缺，经济部下单的2家生产设备商，短时间内要拉高产能，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此时，工具机产业主动表达了进场相挺的意愿。经济部长沈荣津，当他宣布要建制60条口罩设备的时候，我在2月6号马上赖给部长，如果有需要我们工具机的产业的专业人才跟资源的话，请部长不用客气。他一礼拜较乱一撮，怎么拿人拿锁匙啊，拿罐了拿进了吧？所以报告，我们2个厂区，我们一天能做6组6条线。哎、欸，安尼后礼拜就差不多拢会当完成啊，对吧 ？OK 的，没问题的。啊，即马就咱啊，即60条线完成，到到第一线时阵，可以做出来，啊，一天会当1000万片的口罩，就会当稳定咱的所有备选。就大概在3月的中下旬达到1000万片，应该是很有信心的。安尼就免看到一挂备选要装电，底下咧排队啊啦，是，对吧？是。好，
拼落去。谢谢。哎，当然心情就会爽起来了。啊，所以第一个礼拜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睡觉，压力真的很大，大声会讲出去啊。工具机工会理事长许文宪、民运理事长严瑞雄号召各家产业，其中不乏经理、厂长、工程师等级，从什么都缺的窘境，第七天摸索完成第一台口罩机。口罩机我们做外行，因为我们做工具机工艺比较精密嘛，那当然隔行就隔山啦，那你要整合，可能一开始我们上来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蛮难的，我们有在跟他们协调之后才会区分物料架啦、本体装置啦、耳带机啦、输送带啦。在口罩厂师傅手把手的带领下，第一台口罩机交机后，先遣部队掌握住了流程，拆解出十多个步骤，重建新的 SOP。 多年产业经验让他们很快进入了作战计划。这两个东西，以前他厂长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讲啊，这些可以装，这些可以装。那起初我不知道他锁紧的原因是什么，后来我发现我们自己把它结合出来，其实不需要去锁它，锁一边就好。又为什么真不锁？为什么？你锁了，等到这个两个东西装的时候，你还要再拆一次，那个叫浪费工时。我今天煮了，我要再拆一次，那叫浪费工时。这在我们公司的作业流程是不允许的。要快，人命关天要快，用什么方法可以最快速把它做好？那我跟我同仁干部团队讨论说，把这工作分区分站要认一样，你让每一个能够发挥他的专长啊。系统战是决定后面成败的最关键的地方。负责生产现场总指挥的台湾龙泽总经理戴云锦，将同行间的产业竞合关系以工作认养制模组化生产打破了竞争樊篱，40天朝夕相处，仿佛当兵时光重现。因为每天在这边，从早上8点到晚上可能9点10点，因为我们这很多工具机同业都是住中南部，叫人家加班就会于心不忍。我原本认为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结果他回复我，那个徐厂长，我们把工作完成我们再休息，好，我们把工作完成以后再休息，代表说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来加班。我听到我超感动的。随着产能提升，媒体宣传，口罩国家队的称呼不进自走。工具机所派出去的人，我有一个要求，派出来的人第一要在公司比较资深的，第二不要随便换人，一做就是从头谁知道完。家人看到新闻是口罩国家队嘛，啊，就跟家人说我上去台北是做口罩，我也有参与到啊，那家人也是蛮高兴的。家人说真的假的、啊、真的假的啊，然后看到新闻有报道哈勃精密，我就跟讲说真的，他们就真的蛮高兴的。责任荣耀鼓舞着所有人的士气，使命感让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逐渐露出曙光。加班前一天啊，人家差不多大概八点半就下班了吧，可能我们交机的话会搞到凌晨一点多或2点多才下班啊。哎，久而久之就是为了国家做事嘛，也没有去想那么多，只是陪伴家人的时间变比较少而已啦。小孩才10个月啊，那小孩看到爸爸的时间，看到爸爸的时间都是在睡觉的时候，对啊，所以比较陪伴小孩的时间比较少而已啊。因为每天在这边，从早上8点到晚上可能9点10点，每天礼拜一到礼拜天，每一天都在这边。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感觉你自己在做机器，啊，你以为你自己在做机器，结果起来的时候还在睡梦中这样子。过了前7天的煎熬期，众人火力全开，从一天完成2台、3台，甚至可以高达4台。3月5号晚上9点，60台口罩机全数交机。既不可能的任务后，政府追加32条产线，口罩国家队再度上阵。40天内，总共完成了92条产线。台湾不仅能日产千万片口罩，全球疫情延烧之际，还能尽份心力援助国际。
我这辈子从来没做过这么认真做过一件事情，连假日从来都没休假，这么做这么晚的，会这么投入到，这么投入，我后面也在想说，可能就是那一段吧。啊，2003年 SARS 期间，戴云锦因为高烧不退，引发败血症，被判定疑似 SARS 重症患者，住进负压病房后隔离了9天。是的，其实 SARS 的确对我一辈子影响是非常大。你碰到的事情，你的敏感度会比别人高，你知道吗？就想说，哎，就是我们可以使上什么力量？一场疾病改变了戴云锦的人生观，一场疫情让台湾制造业的能量重新被认真检视。口罩这种的产业，它的附加值不是很高，但是它影响到稳定民心是非常重要。这种产业一定要协助他们留在台湾，会影响到国防的、国家维安的产业，也要把它注重重新布局，不能让它外流太多。40天来没睡过好觉。担心承诺一不小心就跳票的许文宪，终于也松了一口气，疲惫的脸上满是骄傲。80条线、92条线、40天才做起来，哦，啊，有200多人来斗3天，这吼回想起来吼，实在，哦，我呢感觉嘛真意外，这个全世界知咱台湾这工，你会当协助政府、协助百姓哦。来完成一个，不是阮的行业，哦，不是阮的行业，啊，让大家肯定啊，阮来当做这个代志啊。台湾虽小，在这场尚未落幕的全球灾难里，做到了许多国家都做不到的事。MIT 代表的是所有台湾人的努力和骄傲。